政府咧就喺觀塘咧就搞呢個智慧燈柱，咁老實講，嗰度叫起動九龍東，做完都係會全港大搞噶啦。但係有兩樣嘢要留意啦，第一咧就其中有好多功能咧都係監察員有機會拉你，有機會告你嘅，包括咧就係非法傾倒啦、車輛噴黑煙啦，以至到係實時監察嗰個交通情況，咁即係話可以捉你違例泊車啦。咁呢個咧。市民可能好大反應嘅，覺得而家咧每條燈柱都係一個警察，永遠24小時咧就及住你。咁啊，呢個真係盡快要令到啲燈柱咧就人性化啲，包括咧可能要借用天文台啦，因為佢亦都可以監察到咧好多天氣嘅數據嘅。第二重點係呢樣嘢咧就愛嚟推呢個 5G，咁 5G 嘅好處咧多啲講俾市民知都有幫助㗎。